在这场开幕大戏中，除了七家航空公司派出自家的明星机型轮番秀肌肉以外呢，首都航空首航机长李大兴和新机场意外撞名也成为了逗趣的插曲之一。在七家航空公司首航里，负责首都航空公司首航航线北京大兴至杭州萧山的机长名字恰巧也是大兴，他是担任机长11年现任首都航空飞行部总经理的李大兴。他做完自我介绍之后，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大家好，我是首都航空大兴机场首航航班的机长李大兴。随后网友对此做了个绕口令，大兴飞大兴，首航飞首航，首航大兴机长飞大兴首航，缘分呐。Tengo marihuana para fumar